要买伴手礼，逛药妆店，游客到冲绳一定会来国际通买买买。但说到必买新品，是这一样。刚刚一推荐，我那我好香哦。手里肥皂使用多种在地素材，与大量精油结合而成，超绵密泡泡，散发淡淡香气。是，为什么像这个泡沫这么的浓密？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洗得非常干净。彩妆大师赞不绝口，伴手礼全都在冲绳这里。什么都不买没关系，是泡盛蜂蜜蛋糕我一定要买，而且我常常都是就去到那里，现在剩几条我全包去。至少去过冲绳二三十次，彩妆大师要说是冲绳达人也不为过。到了冲绳，别忘了手礼成伴手礼，成本图案直接印上，三种口味任君挑选，部分盈余还能用在修复手礼成重建，更具意义。买累逛累，国际通乌台村能满足游客的胃。小摊贩统一规划，在乌台村的业者都有自己店面，虽然都只有三坪大，麻雀虽小，卖的冲绳味是五花八门。佳肴上桌，有炒面夫、炒苦瓜，这些都是道地味。而水云是冲绳藻类，搭配热味噌，口感一绝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海葡萄小小一串，蘸酱油汁，是当地人推荐的特色小吃。吃完平价，想来点高级感，冲绳名牌牛石原牛必吃。石原牛比较扎实，肉吃肉的感觉比较重。400公克超厚牛排，大火烤到外熟内嫩，光看就忍不住想大快朵颐。一克价格15000日币，折合台币3000左右，还能用悠游卡付费。毕竟在疫情前，台湾人到冲绳旅游人数一连称霸5年，疫情后想去的人少不了，提升方便度，或许也会增加消费额度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民生八方事尽在一小时，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